我以主席的名义取消刘尚颖的竞选资格。你为什么要取消我的资格？关于蔡老板卖假药之事，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手搞出来的。你个阴险小人，竟然去告发我，害我当不成董事。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的，你误会了。我为什么？你说！你说！我决定了，我要退股。 既然我们做生意的理念不一样，那分家也未必是一件坏事。祖先保佑二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翻转时代播出。